你还年轻，你不要总是纠缠过去，你要往前看。有植物人的可能，那你们心里要有准备。他就算是机器人，我也愿意照顾他一辈子，起码他还活着。别再感情用事了。你就一点感情都没有吗？什么都不懂。你在就好了。你专门找我，要只狗跑出来了。你砍嘛，就认他。我之前就说喵有狗，那这不就来了吗？他怎么称呼啊？哎呀，谢谢。Colo。愚人正位，这牌好啊，这说明一切都是新的开始啊。这啥狗？这天晴着呢。回来，下雨的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我们都在努力的，带着对爸爸的思念走下去。